就想講埋另外有幾個唔同嘅 point 嘅，頭先講咧純粹以即係共產黨嘅歷史嘅角度講呢單嘢，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以大啲啦，以中國嘅歷史嘅角度講，或者以世界啦，其實中國同世界都係差唔到幾多。即係我之前咪講話，唉，即係開波呢單嘢掟出嚟時候就話，唉，即係袁世凱啫。但係咧，係我睇咗下，我發俾你睇咧，佢我唔知有冇點去睇啊。即係嗰陣時袁世凱唱清帝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個好勁嘅文膽啊，叫楊導嘅。當時就寫篇嘢叫《君憲救國論》，揾翻啲原文嚟睇咧，其實我哋唔可以將集中同袁世凱相提並論嘅。點解？因為袁世凱佢個《君憲救國論》嘅邏輯就係話，即係當然唔該係楊導寫，唔係袁世凱寫，但係自己咪袁世凱就自己即係嗰個叫做籌安會六君子啊嘛，其中就以楊導為首啊嘛，就係專門搞呢壇嘢清帝啊嘛，就因為袁世凱個邏輯就係話共和，即係中華民國創立咗共和國咧，就並不適合中國嘅，中國係需要有君主嘅，但係呢個君主咧係玩君主立憲嘅噃，呢個唔係普通嗰啲以前嗰啲封建帝王嚟喎，所以君憲救國論喎，你諗下係憲係擺喺入邊喎，君主係君主立憲嘅呢個制度喺後邊嘅，即係當然最尾冇搞成，因為佢八十三日就已經係玩完啊嘛，跟住清帝失敗啊嘛，跟住又冇幾耐死咗袁世凱，所以咧佢所謂嘅清帝係表面，個實質係想立憲。但是習總唔係㗎嘛。習總唔係喎。習總係話千秋萬代喎。唔係佢講嘅講法呢好正嘅，就話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組織都唔可以超越到憲法嘅。除咗修改憲法嗰人。咁我修改憲法嗰人。唔係咁係冇人可以超越憲法啦係咪咁但係可唔可以修改憲法先，可唔可以改呀，可以嘛，可唔可以寫過呀，可唔可以查咗嗰兩行字呀，唔可以連任超過兩屆。而且呢嗰、那個呢其實我覺得真係做得唔靚仔嘅，坦白講。因為呢佢查咗嗰兩行呢就只係查咗國家主席同副主席，但佢冇查到人大委員長同埋國務院總理嘅。即係你如果想做得靚仔啲，咁全部查咗佢啦，即係唔係為我自己呀，全部人都可以，因為你個邏輯就係話啊，我哋依家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呢個咁艱難嘅時刻，就需要穩定噶嘛，要有好似毛澤東咁要大海航行靠舵手啊，扎實個唐太先，我哋要。要佢有好领导，咁唔单止国家主席、副主席噶嘛，仲有人大委员长咧，都国家领导嚟噶嘛，国务院总理、副总理都系噶，咪咯，咁一定你要做好呢样嘢，咁你咪全部都取消咗、查咗个连任两届咯，因为佢依家讲法就系话嗰个叫咩宪法第79条咩第三项嘛，就话国家主席同副主席同人大委员系同届，即系话咧你人大委员依家系第13届嘛，咁啊就第13届咯，做五年，咁你又做五年咯，咁但系我哋啲人大委员好像我们新纪兰大妈咁样，由建国到依家做到依家都未死，你同人大委员同届，唔知就千秋万代啊！佢哋都仲未死咩？梗系未啦，新纪兰今次又进朱玉洞又要举手噶啦嘛，佢系都未投过反对票啦嘛，冇理由呢次第一次破处，今次一定唔会破处，一把年纪啊已经。副计都老成咁啦，应该应该唔会咁僵嘅。要保持对党嘅忠诚啊！系啊，系啊，佢自己讲啊，党选我，佢就系投赞成票，我做咩投反对票啊？所以打倒邓小平，我赞成；平反邓小平，我又赞成。诶、啊，只要够胆提出话邓小平系女人，佢都赞成。头先就系即系几个历史嘅角度啦，袁世凯相比咁咧，可以再因为我哋好多人即系喺网上啲都叫习总称帝啊嘛，咁咧又要褪翻步讲我哋中国古代嘅皇帝，即系中国古代皇帝咧都系好多种啦，中国三百几个皇帝，就如果你话秦始皇咁就真系恶晒嘅，相信。但系秦始皇之前同秦始皇之后嗰啲皇帝都唔系恶晒，你之前讲汉朝啦系嘛，佢再讲之前嗰啲春秋战国时代都系啦系嘛，即系真正嘅嗰啲做到霸主嗰啲人。都唔係一個人話曬事㗎嘛，都係要聽過下面啲人㗎嘛，都係有個智囊又好啊，跟住有個制衡嘅力量㗎嘛。嗱，即係據我所知呢，中國歷史上呢有幾個惡曬嘅皇帝呢，第一個惡曬皇帝好似你話啦，肯定秦始皇啦，咁漢武帝係咪惡曬我唔知。好帝，即系再往后数咧，系恶晒嘅皇帝咧，我就已经数到朱元璋噶啦。唔系，仲有啲好细嗰啲咧，可能都有好多暴君嘅嗰啲。唔系暴君就唔系恶晒，暴君你都要靠下边啲爪牙去帮你手嘅。哦，仲有朱棣都系恶晒嘅。就朱元璋同埋朱棣，即系再数已经数到佢哋两个。但系佢数到佢哋两个好重要的原因，就系因为中国嘅封建集权咧，佢不
斷嘅，即係一個加重嘅過程嚟嘅。因為你皇權係越嚟越強嘅，通過科舉制度又好，通過九品中正制又好，係嘛？即係你再往後咧，到咗清代嘅時候咧，應該最興惡嘅可能都係乾隆嘅啦，我估已經係康乾。係康熙就係叫咩十全武功咯，但係康熙嗰種咧就唔一樣嘅，因為佢係類似彼得大帝咁咧，佢開疆拓土啊，即係平咩三藩之亂啊，係嗰種嘅，即係毛澤東咧當佢啊打天下嘅嚟嘅。咁乾隆就係屬於嗰啲即係佢嘅孫嚟噶嘛，就享啲阿爺啲福嗰啲啊，即係三世祖啊，就好似享福啊，好似寫字啊，好似亂咁嚟啊嘛，作詩啊，屌下如何啦？因為又引入另外一種睇法啦，就話咧，其實呢樣嘢係一個無論話對中國又好啊，對共產黨好，都唔係一件好事。就因為如果一旦有一個咁樣嘅強人長期執政嘅話，通常到佢下一代就青黃不接嘅，就會開始就權力瓦解啊！即係對於無論你黨又好，你國家又好。因为佢接唔到你班嘛，接到班啲人都冧晒啦，孙政才啲咪冧晒啦嘛。孙政才咁閪傻机嘅咩？唉，五年前大家都系觉得佢同胡春华是第一个上位啊嘛，就似当年习总同阿李克强咁啊，是第一个做国家主席总理啦，跟住太子突然之间驾崩。咁阿胡春华都好惊咯，因为缩心埋埋咯，睇唔到佢啦已经。睇唔到佢，平时新闻都唔见佢啦。系啊，作为广东省省委书记，咩啊，走咗啦。佢仲要好正噶嘛，即系以前咧就话啊，你咧就派你就唔知做啲咩第啲部位啊咩嗰啲，一佢就唔讲噶，即系就讲咗你个位俾人取代咗啦，但你做咩咧唔知啊。冇人知道做乜嘢，即系胡春华依家冇人知道做咩噶啦。即系当然佢都可以话佢党有自己职位嘅，就系咩政治局常委定政治委员啊嘛，政治委员定常委啊，好似系委员嘅，都唔系常委。我睇胡春华依家咩料先？唔系，佢系政治委员嚟，常委系阿边个？嗰个咩啊？汪洋，汪洋，但系依家年纪太大啦嘛。咁但系依家即系都系捞埋呢一届就冇得捞啦。咪但系问题呢？就最吊嗰地方，你依家自己打破咗年纪个界限啊嘛，已经系嘛？你自己都唔系啊？咪咯。大家斗长命咯，到五年之后，理论上我七上八落你就落噶啦嘛，但你唔落，咁咪开咗好头咯，为后边啲人大家都唔使落，系大家唔使落啦。但问题呢个就系颇为令人担心嘅就系、是，谂下依家64岁，下年69岁，嗱我哋就攞翻毛泽东啦，因为冇人可以救佢咁劲嘅蒋国东之外，69岁嘅毛泽东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毛泽东1893年出世的，即是62年就毛泽东69岁，即是刚刚我们三年前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结束。是啊，诶，系咪有冇计错？我都冇计错啊。计错咗，1893年系嘛？系啊，咪加七年啫嘛，1893年，60年。系啊，六五几年啊？69岁。哦，69岁系嘛？加70年咯。系啊，咪就啱咯，咪就系62年咯，62年。啊，62年。咁你谂下，毛泽东之后冇做过啱嘅嘢咯，冇做过正确嘅嘢，仲死鬼子。都系磨东系衰啲嘅，佢其实由5、6年开始都冇做过正确决定，唔系太膨胀啊佢。喂，但唔系喎，依家阿习总都已经好喺膨胀噶咯。喂，习总其实会唔会真系觉得，其实每日新闻上面讲啲大国崛起呢啲嘢咧系坚嘅咧吓？佢会唔会自己都信閪咗啊？呢、這个就不容置疑啦，因为佢自己讲嗰套咩新型大国关系啊，跟住有咩 G2 啊，你讲呢啲嘢咧，即就已经系自己嘛，就已经将自己同当年嘅苏联咁啊，因为以前。我哋讲个讲法就话喺美苏争霸嘅年代就系两极啊嘛，一东一西，跟住后嚟倒台之后咧就变咗单极，就即系得翻美国佬一个啊嘛，跟住咁啊依家我哋就顶替翻苏联倒台个位啊啦，就变咗又变咗双极咯，我哋喺东边咯，我哋咩啊，东风压倒西风。哦，但系我哋冇殖民地喎、哦，苏联都冇殖民地，苏联都系哦，嗰时整个东欧啊，苏联加盟共和国咩殖民地啊？哦，加盟共和国，咁但系苏联有好多细佬嘅，系啊，我哋冇细佬，做大佬做乜细佬啊？唔系，是，但系你做得大佬，你肯定一定要有细佬衬你先得噶嘛。但系我哋好似冇细佬喎，唔使啊，我哋够大啊，因为而家一个抽。你睇嗰阵时苏联几多个细佬啊？中国啦、啊，咩古巴啊？朝鮮啊、阿爾巴尼亞啊、蒙古啊，嗰啲就冇得傾㗎啦。嗰陣時你講緊係共產主義陣營喎、啊，你講呢個係。係啊。咁你陣營已經倒咗台啦，冇共產主義。就因為之所以倒台，因為大佬唔掂啊嘛，啲細佬咪就。我哋自己都唔信共產主義咯，跟住啲細佬咪換大佬咯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你而家中國你想做大佬，一定有僆㗎喎。冇僆㗎啦，依家。而家係真係冇僆啊！
所以我就话其实下一步咧，阿爷就应该会受咧。咁佢一路一带咯，你当佢咩？因为呢个又另一种讲法嚟嘅，就话咧，习总提出个理念实在太伟大啦，呢咁伟大嘅宏图系两届系唔够嘅，接唔到，唔系唔够时间啊，两届铺铁路系咪要时间先？咁唔系今日。嗯发脑袋，听日铺出嚟噶嘛？啊，唔系最紧要系收靓，跟第啲人收唔到靓，得习总咁系伟大啲人先收到靓嘅。喂，习总佢收靓方法就再掟钱啊嘛，掟掟下到下一届冇钱，咁就唔做咯。所以咧，其实咧，我哋以一个乐观嘅态度咧，就系佢只系查咗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呢个宪法呢条啫。咁佢都冇话要连任超过两届啊，系嘛？查咗佢，可能为下一个下一任铺路咧。哦。我哋乐观啲啊，自己你讲呢样嘢咧，就系又讲另外一个问题啦。清帝咧就系习总系冇用，因为佢冇仔啊嘛。嗯，清帝最大的目标就系父传子，子传孙啊嘛。嗯，咁但系咧，国家主席呢、這个国家领导人就冇话唔可以系女人嚟嘅，系嘛？好顺理成章啊嘛。我哋唔系清帝啊，我哋仲系国家主席，都身几难啫嘛。而且咁啊，我哋嗰个 Theresa May 啊，跟住德国嘅默克尔啊，虽然美国希拉里衰咗啊嘛，但都好接近啦、啊。嗯，即系各个大国都有女性领导人。我哋中国最劲嗰个就系之前阿边个啊？吴仪，吴仪系做到国务院副总理，副主席、副总理系。咁不過我麥澤明就太後生好似未夠年齡嚟唔夠，但我大學畢業咗屌，係咪又要再改改憲法咧？又一大堆查咗啲年齡限制先，我不過唔係佢老豆做得嚟，唔係佢有仔係嘛？佢第一個老婆冇仔啊，佢第一個老婆冇生到啊，佢第一個老婆係個咩外交官個女嚟啊嘛。唔肯咩嘛？即系习总唔肯出国，嗰、那个佢老婆、即系前妻啦，就喺出国啊嘛，就已经觉得肯定有人要玩蛊惑，都估唔到就系佢老公玩蛊惑。所以话个礼拜之前咧，话咩移民嘅搜索增加十倍啊嘛，话 Google 入边，大家即刻搜移民。系因为以前咧就话即系共产党系有中央集权，咁但系依家变咗个人集权、个人独裁，嗯，咁就系最危险啦嘛。因为你以前都叫做有个大家喺开下会讨论，八路都倾下啊嘛，都生活会倾下，一倾都唔使倾啦，一言九鼎，而且系未来咁多年都一言九鼎。但依家就话，如果你个个都谂住搞移民嘅话，反而就大家都走唔到啊会。咁冇办法噶，踩死人呢啲中国人系咁噶。最可以走嗰啲人咧，你就唔使谂噶啦。跟住咧，外国咧就会提高移民嘅门槛。嗯。所以最下边嗰啲人，即系可以走一个半人边咧，最上边你唔使走啦。阿爷已经睇实你噶啦。跟住可以走入咩下边个半人咧，你都唔使走啦。因为咧啲鬼佬会提高门槛，剩翻低就中间嗰句。即系所以未来咧移民咧，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事啦，应该。所以依家咧好多睇緊咩厄瓜多爾啊、啲巴拿馬啊、洪都拉斯啊呢啲國家，因為咧我關注到一個移民嘅公眾號啊嘛，嗯，佢就咁樣佢就話俾你聽咧，啲南美洲國家咧好閪容易移民嘅，你有幾萬蚊美金你就可以移民過去嘅，因為可能真係經濟太閪差。不過佢啲國家有啲好閪麻煩嘅嘢，就係話，屌你媽，你要識講西班牙文，嗯，嗰啲閪都唔識講英文噶嘛。跟住我上海有同事真係諗住，你阿媽閪使筆錢過去考察下。之前講過啊。啊，系啊，但问题嗰个咩洪都拉斯、厄瓜多尔定咩巴拿马都好，嗰啲容留到几百万人嘅啫，你几千万人、一亿人踩沉人哋巴拿马，咪仲有咩菲律宾啊呢啲咯？菲律宾都系千零两千万啫，系嘛，定两三千万咯、啊？菲律宾应该都系吸纳到几百万人嘅啫，都可能有啲岛屿未开发啊嘛，但嗰啲可能自古以嚟中国领土啊。跟住就非洲嗰啲人唔夠咁去，可能都係未來移民嘅新地方，都係應該係南美洲㗎喇我估。啊，睇嚟呢個即係鬼佬都係高瞻遠矚喎。之前澳洲呢、就即係已經，因為其實依家嗰啲法例已經即係嗰啲移民嗰啲應該冇人唔係移民，因為你哋講嘅移民就係攞綠卡係咪？嗯，但系鬼佬更加着重嘅就系话攞嗰个citizenship， 所以咧就依家就基本上所有包括人你老婆啦，我相信你老婆应该唔系 citizen 嚟嘅，佢就原来就会好麻烦嘅。如果佢通过咗呢个法例嘅话，嗯，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咁咧，即系如果你系喺佢公布呢条法案之前嘅，即系17年嘅4月份公布啦，咁、咧就系按照旧方案，就系、好似我咁样，就去考个试，即系嗰啲澳洲文化啲试咧，跟住 pass 咗就冇问题啊。佢依家就话。要提高呢个门槛啊，又要考英文试啊，又要就证明得到你同当地可以融合为一体嘅，即系，例如你有去参加啲社区嘅工作啊，或者你有即系唔一定社区工作啦，即系参加工作，
或者各種各樣嘅證明咧，佢有一系列嘅嘢嘅。當然呢個未通過國會啊，嗯，就因為之前咧就主要係中東老衰嘅，就多嗰啲恐怖分子啊嘛，就話啲恐怖分子融唔入呢個鬼佬社會，哦，所以咧就要加呢啲門檻，就如果你證實唔到你融合咗啲社會咧，就踢你翻去啦，即係唔踢翻就唔俾 citizen 咩啦，即係你攞唔到呢個居民嘅身份咯。但係你都仲喺度住都得嘅，因為嗰啲人咧，即係恐怖分子恐怖的地方就係話，如果你俾咗澳洲嘅國民身份俾佢咧，佢澳洲人嚟嘅，你就冇得踢佢走啦。澳洲人你最多拉佢坐監啫，係嘛？你唔可以，即係中國就可以話你中國國籍唔俾你翻嚟啊！嗰之前有個人喺日本都翻唔到中國啊嘛，係啊，跟住但係咧鬼佬做唔到呢啲嘢啊嘛。但係如果你係純粹即係話嗰咩攞綠卡啊、PR 都好嗰啲咧，就係佢有權踢你走啊嘛。嗯，因为你都唔系呢个国家人啊嘛，即刻咪取消咗呢样踢你走，俾你就住啫嘛。系啊，咁所以恐怖分子咧，针对恐怖主要针对呢样嘢嘅。嗯，咁应该中国人都冇问题嘅。可能以后中东嗰度可能好多中东会俾人踢走咯，因为中国人应该唔会有事啊，因为中国人咁閪勤咧。嗯，唔系中国冇呢个问题嘅，但最主要系因为中东佬陀衰家啊嘛，咪提高咗门槛。都系好事啦，终于唔系中国人陀衰家啦，中东佬陀衰家。即系我哋作为中国人陀衰家都咁多年啦，话终于唔使俾人陀衰，终于唔使陀衰家啦。系啊，轮都轮到班臭閪中东佬，啊中东女唔够嘅咋？你千祈唔好呢方面谂法啦。点解？嗰啲仲系行紧古代啲咩浸猪笼啊、掟石头嗰啲法律。屌你老母！澳洲系文明国家嚟嘅，喂，如果咁样即系证明佢融入唔到呢个社会，应该取消个绿卡啦！屌你。好啦，我哋讲笑啫。咁我哋继续讲翻。